你也可以试着用 indirect 跟 offset，底下有答案。不过那个部分我就不做 demo 了，你们就自己再试试看哈。啊，再来就是 VBA，不过 VBA 今天可能时间不够，我们先把那个把什么呢？把不要的资料切掉的方法，至少你可以用两个，一个是用 replace 的函数，好，或者你如果不会用 replace，你可以用 mid 啦。mid 怎么样呢？我们可以用那个切，知道第几个字开始。以后的东西我都要，可不可以？两种方法都可以。好，OK。所以呢，我先用那个，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吧，可能如果说我今天要怎么抓，最简单呢，两个函数都可以，一个是用 mid，mid 怎么做？应该还有印象吧？切字串哦。那这个 mid 函数重要性很高啊，因为常常都会用到。一，先把这个公式一样剪下。二，插入什么呢？文字与资料函数，所以这边的话，文字里面的 mid 啦，这个常用到，所以 mid 这个 mid 函数，那可是问题，它会几个问，你的字在哪里？在这里贴上入职时间冒号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你的 star number 意思是说你要从第几个开始抓，那我要从第几个呢？其实有没有一个固定规则？如果在没有规则下，你要自己找一个规则，你可以根据什么？上面的字有没有的长度？有没有上面四个字嘛？那我怎么知道四个字？可以用什么 LEM 嘛？前面好像有讲过嘛，前面这个栏位名称，那因为它刚好四个字，所以我就把它怎么样？因为我要的字是在12345，所以怎么样加二就可以了，第六个字开始。那我要抓几个字？抓总字数你会发现这个总字数。还要再什么？再什么？减掉多少个？其实我教课不用了。如果后面的东西全要的话，你就输入99就好了。应该知道意思吧？99意思说后面我全要了。那我不知道有几个啦，我也不管了，反正我就给他一个比较大的数字。因为呢，字串的长度不可能超过99，所以后面就全要了。应该这样最简单吧？不然的话，之前本来在想说哦。还要算说那个长度几个，然后呢扣掉几个，不用了，不用那么麻烦，这样最简单。不过因为等一下我会什么向右向下，所以基本上的话这个 D1 有没有一定要是在 D 栏啊？向右的话要变 E 栏、F 栏、G 栏，因为我要针对上面栏位名称。那可是 E 的话不能变，所以请你怎么样把 E 的地方锁起来。OK，E 一定要锁，因为如果 E 不锁的话，你底下向下填满，它就会抓到底下的长度，那就错误了按个确定看看，现在这底下OK，按确定，好，向右，向下，全部切好了，应该可以懂那个 mid 吧OK，这个是方法一，方法一只有用两个函数，mid 加上什么呢？加上 len，其他都是旧的。这个是第一个方法，如果第二个方法的话，其实我想也雷同了。你可以再把它复制一个。方法二的话呢，我把它怎么样呢？先倒车一下，这个把它。假设我今天呢，我不要用那个刚刚的 mid 的话，那一样再剪下来。方法二，你可以用什么呢？插入函数里面，一样文字里面有一个可能大家比较少用，但是也还蛮好用的，叫 replace。replace 说我要从第几个字开始，我要把几个字取代成它特别重要，replace 一定是从头取代到后面，从左边到右边，所以一，它按确定之后它会有第一个 old text，其实就刚刚的那个公式贴上，所以这个东西，那 star number 的话，从第一个字开始取代，然后呢，你要取代几个字呢？取代的字数其实也是根据上面这个 len 刮胡然后 D1 把这个 E 给锁起来，因为刚刚讲过因为会向右向下。那因为我要把前面的几个字呢，一二三四还包括冒号，所以加一五个字，做什么呢？取代成什么呢？取代成没有。其实意思是什么？把前面五个字删掉的意思啊。应该可以懂那个意思吧？所以 replace 在这里的用途是删掉，删掉是空字串，删掉前面五个字。
所以如果你向右的话，这边两个字加一个三个字，所以一二三三个字删掉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一二三四加一五个字删掉，哎，刚好 match 我们要的需求。那刚刚 meet 的是我算第几个字开始后面的东西，那取代是删除哦，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，哎，你会发现哦，向右、向下，哎，结果一模一样，哪一个好用呢？好像都差不多了哈，难度反而好像 meet 稍微简单一点点，哦，不过看个人习惯了哈，两种方法，那请各位试一下哦。那结果呢，我在云端上面这边有放，用 replace 也可以用 meet， 那后面的话还有用那个 indirect 啦等等的这几个函数啊，也可以做得出来。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那还有呢哈 ，VBA 也可以做得出来。只是 VBA 难度相对的比较高，好，啊，所以呢后面的话呢，请各位回去哈，还是要稍加练习啦，因为这些东西哈，你要真的学会哈，一定要动手做 ，OK 哦，试试看哈。那因为今天第十一周了，下个礼拜是最后一周了 ，OK， 那理论上应该每一周我的习惯是最后一周要交一个成果啦哈，不过。但我们这边这个时间有限哦，所以哦，但尽量如果说你可以的话了哦，我是尽量你可以把上课所学的能够跟你工作融合在一起，就是能够想出一个专题的哦，因为其他地方是有要求，不过我们这边是没有特别要求，因为时间比较短哦。那如果可以的话了，回去尽量的哈，还是要稍微想一下有没有什么地方呢？可以跟你的工作做衔接齁。